全军出击。哎呀，正好啊！将随后而至。多兰借狗头银。啊，顶着我硬收兵，收吧！我这啥兵？我不要了，我打人。我不要兵，我打人。你往右边走，那左边的兵你不吃了。这狗头人有点意思啊，就硬收兵，顶着我硬收兵，我不收兵，我收人头，我收掉你的狗头。死定了，那没办法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求生一波。哎，有戏，别急啊，这狗头人能杀，我马上升四，一个兵一上来 Q 一下回血，平 A 一过来 A 接打反溜 Nice。拿下，不好意思，征服者永远的神，在这直接堵他啊，他应该会跟兵一块出来，直接堵着他，他二级我们五级。他如果这都没出来，说明挂机了。画的有点快呀，你这行啊，顶着我又硬往上跑，一过来 A 扣一走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哎呀姐，哎呀，我来的人他有点多，塔皮不会掉吧？小兵打这个，这样出吧，刚好可以出一个药水。劫起飞了，给劫没事，但是别给位，因为我们有可能要打个魏跟狗头，你知道吗？我给魏人头，他俩就有可能能打得过我。我得让上野打不过我，中路能不能打得过我无所谓。哎，双 E A W A 铁四边接个 Q。A 接 W， 平 A 接 Q， 翻走，铁刺鞭，看看对面那个打野能分多少精力来我上路啊！又要回线上，
就走，就硬走。你来回你死一回，你是一个小兵吧？我发现的，机械化了呗。往溜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接收，化为尘埃。我不化。这个游戏现在对于狗头人来说，叫做怎么走到线上。吃你的蛤蟆，我让你上野都没法玩，你可打野敢来，打野一块死。来找到狗头人，吃个药，这是不生了。玩还得来点盐，麻烦溜铁字边 A 接口走了。我估计这是有点心态爆炸了，你知道吗？打个眼儿，喂这个位置，这蓝让他帮我们打。W 柱铁四边 A 接 Q 平 A E A 一回来。吵架了吧？可能是吵架了。一上来平 A 打不了铁字边，平 A 接收。闪现吧，真傻逼蓝利汉，哎呀真是傻逼，哎真是个大傻逼，值钱了，犹豫了，犹豫了呀，这真是犹豫了。我靠，狗头人直接一波兵升六了，升的是有点快啊，升的有点快，我杀了十个，俺们家十四杠十呗。你没用啊，晕住。A 和血战斧一过来开大招平 A， 一过来再 A， 下边那啥，哎，先走啊，他死了，你敢杀我兄弟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，你杀谁不好，你杀我。守塔呀，不守了。你也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这怎么还跳上了呢？犯病了，哥哥犯病了，哥哥。
找到他。留个半管路，看谁敢上来，往这一站。犯病了，哥哥。一血塔不着急，不要。让他吃不着馅儿，我们在这二塔就在这一直吃馅儿，也没有人敢来。等我们出山，别着急啊！队友有点顶不住了。我这个拆了，2750。他怎么不动了呢？塔下挂机了。杀我！是真没想到，你敢杀我？你杀谁不好？你跑过来杀我！把蓝拿了。防御塔六层即将崩溃。哭呗！他吃药呢，他不是吃药，他那是净食。我要这玩意儿没用，给你了。我去打他的同类子。让那狗头人发育一会儿啊，一会儿。坑一下一过来，打棒球和血弹子同类一过来，撤。劫不敢上，没事，回家。我们5000来块，死亡之舞配什么呢？配血手。我们已经是无敌了，基本上现在我越塔可以杀4个以上，我晕住。别皮，我生气，生起气来很严重，知道吧？很严重，别皮。我们找到这个大卫，走，直接越塔，等我到来，这卫不一定能走。来了小黄毛，一上来 W 和血战斧 Q 一下一死，把他的点烟给烫死了。这姐打了一倍的优势，英雄问题，英雄问题，英雄都有护克的。W 可解战斧 A， 红路 Q 2个，平 A 再 A 一下翻回来 W 柱 A Q 可解战斧。
没野人了，我可上高地了啊，没人我可上高地了。回家了，其实我们来一个反甲会更厉害，我直接出个小反甲吧。劫这种英雄吧，他没什么伤害，他打我们这种战士他都打不动，我这么右他把技能教我半管血都掉不了。哟，这怎么 Kaden Sparry 了？刚才我记得这劫刚死啊，然后就 Kaden Sparry 了，怎么 Kaden 的这么快？好一球啊，兄弟！扛塔菜，没事。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敢野我们了。你还让人给反杀了？行。我发现你这小黄毛怎么回事？我致命点炎，你给我加血有用吗？我那点炎14级的点炎。他逃离了防御塔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给你扛一下塔，好，开大招 AQ 一过来平呗，这都跑确实是挺难受啊。晕住可血战斧红怒 Q 死，过来打个劫，压手没大呀，回趟家看看对面有没有 AP 伤害啊，没有，那莫甘娜那种伤害没有用，莫甘娜我就得把鞋给换了，换个水银鞋，然后我们出个九头蛇就彻底的无敌了。打个红吧，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一 v 五一波，给个舞台啊，给个舞台，我们直接高地断线。杀个莫甘娜，过来来吗？别死了，我给你扛一下。W 和谐战斧 AQ AE，A 一过来开大招平 A， 小黄毛是吧？掉血吗？小黄毛，遇上来 Q 一下，和谐战斧 Q 晚了，他不掉血。这防御打随便吧，我还有这血手呢。